建言，你二哥我呢是个男人，也是一个挺顽固的男人。平时呢，我跟朋友聊天交流，所以男人有些态度我特别特别的清楚。你比如说，男女在一起，如果是一对一情况之下不想要孩子，男人结扎是最好的。如果这个男的让你做这个做那个，让你懂事，让你顾全大局，简单的说就是单方面让你的身体长期受苦，达到了避孕的目的，你可以一票否定这个男的对你所有的真心。你是一个搞科学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避孕措施的优劣之处，我说的你肯定都明白的，对吧？我知道了。真真啊，我这么说呢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一定不能吃亏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吃亏了我比你还心疼啊。可以吗？太可以了。哎呀，